平到40这边，向这边，向下，往这边走这个，要这样也可以，上来。这个平距啊，就是要在中间啊，也不要这样左，也不要这样右啊，它是中间的平安呢，要整个拉到勾勾，拉到勾勾。好看啊，二平安二字，二啊字向上，看这个啊二字直，一个三次，看这个。对，因为这个直线呢，太长了，你写平就不好看。你看刚才那些我叫你写平的都是短短的，啊，长的就会平。你最多就是把它拉下来，不然的话你就直直上去可以，那个例外啊，没有办法是吧？先，这样的话，这边很长，这边不要太长。进。是吧？OK，要不要写一幅在大纸上？